最近花了68万，就被人摸了14连，我觉得我中了一个圈套。我剪发十几年的理发师，他推荐给我的，说是有一个很神奇的人能够用气功徒手整脸型。因为做这个的人呢，他是多，但是呢，他有气功的底子呢，他可以就是达到你的这个筋膜层组合的就是不完美的地方。可以达到像韩国做手术以后的微型脸的效果。我每天都趴着镜子看我的变化，我看到第三天看不到变化的时候，其实我已经就提出来了。提出来了以后呢，他们就说可能功力还就是效率还不够。全身打造的话，他说是1200万，可以达到什么效果？可以达到那个明星身材，号称那些明星的身材都是他打造的。没有说让你进去做，你也搞清楚。哎，不是你把我带上去的吗？不是你把教授推荐给我的吗？那你是，你说这话就不对了。你是不是成年人？推荐是不错，我是让你去看体验，没有让你一定去花钱，你得搞清楚。梨视频客户端全新上线。